虎扑11月9日讯，北京时间11月9日凌晨3点15分。英超联赛第八轮，阿森纳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。上半场比赛，麦金抽射破门被吹，塔吉克横传制造萨卡乌龙。下半场比赛，霍特金斯头顶脚踢完成梅开二度。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阿森纳主场0-3不敌阿斯顿维拉。比赛开场第一分钟，格雷利神左路下底横传中路，禁区内的麦金扣过防守球员后抽射破门，但裁判阿特金森观看 VAR 后示意在麦金射门时，处在越位位置的巴克利干扰门将视线，进球无效。第13分钟，阿森纳中场送出直塞，奥巴梅扬左路下底传中，禁区内跟进的威廉一脚凌空抽射将球打飞。第22分钟，阿森纳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，威廉左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中路，外围的蒂尔尼迎球一脚低射，敌球被防守球员封堵。第25分钟，阿斯顿维拉率先破门，格雷利神左侧拿球后横传，巴克利外围送出直塞，跟进的塔吉克横传中路，后点萨卡倒地解围，不慎将球碰入自家球门，乌龙球。0-1，阿斯顿维拉率先取得领先。第35分钟，麦金中场长传到禁区内，格雷利神的球后一脚抽射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。第39分钟，奥巴梅扬左路送出直塞，萨卡下底传中，敌球被马丁内斯扑出，随后右路的威廉分球到中路，埃尔内尼将球移座，托马斯弧顶处一脚抽射，敌球偏出球门。第41分钟，阿森纳发动快速反击，蒂尔尼左路送出传中，禁区内的拉卡泽特跟进头球，敌球稍稍高出横梁。半场比赛结束，阿森纳主场暂时0-1落后阿斯顿维拉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第48分钟，巴克利弧顶分球到右路，禁区内的特雷泽盖小角度抽射，敌球被莱诺扑出底线。第49分钟，奥巴梅扬右路突破后传中，禁区内的威廉一脚凌空抽射打偏。第55分钟，阿森纳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，威廉任意球横传中路，蒂尔尼将球移座，塞瓦略斯外围一脚远射，敌球稍稍偏出球门。第56分钟，阿斯顿维拉发动快速反击，格雷利神中场送出直塞，巴克利左侧塞球到禁区，格雷利神扣球后小角度抽射，敌球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。第61分钟，加布里埃尔左侧直传到禁区内，霍尔丁绝佳机会推射，敌球稍稍偏出球门。第69分钟，贝莱林前场送出直塞，恩凯蒂也拿球后回传，佩佩右侧一脚抽射，敌球稍稍偏出球门。第72分钟，阿斯顿维拉再次取得进球，迪路易斯中场送出长传，巴克利跟进凌空扫传中路，霍特金斯头球冲顶破门。0-2，维拉两球领先。第73分钟，巴克利右路下底横传，后点的格雷利神迎球推射，敌球被回防的塞瓦略斯门线解围。第75分钟，阿斯顿维拉发动快速反击，格雷利神中场一路带球后送出直塞，霍特金斯跟进低射破门。0-3，维拉锁定胜局。第82分钟，阿森纳战术角球开出，跟凯蒂亚小角度转身抽射将球打高，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阿森纳主场0-3不敌阿斯顿维拉。球员评分，赛后评分方面，梅开二度的沃特金斯得到全场最高的 9.1 分，送出助攻的巴克利以 8.0 分紧随其后。阿森纳方面，替补登场的塞瓦略斯得到全队最高的 6.7 分。比赛阵容，阿森纳3年4月3日，1莱诺，16霍尔丁，6加布里埃尔，3
三蒂尔尼，二贝莱林，十八托马斯，四十六塞瓦略斯，二十五埃尔内尼，七萨卡，十二威廉，六十五佩佩，十四奥巴梅扬，九拉卡泽特，六十五恩凯蒂亚，巴斯顿维拉，四二三一二六一马丁内斯，十八塔吉特，五明斯，四孔萨，二卡神，七麦金，六迪路易斯，十格雷利神，二十八克利，十七克雷泽盖，八十八埃尔加奇，十一沃特金斯。